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g 大世界，我是小颖，我是乐乐。来到南京，怎么能不喝一碗鸭血粉丝汤呢？所以今天我们打算打卡一家朋友力推的老店，尝尝正宗的鸭血粉丝汤。这家店人特别多，而且座位全靠自己抢。我们两个一人点了一碗鸭血粉丝汤，一碗是15块钱。这个汤里它除了鸭血，还有这个鸭肝、鸭肠，而且汤的种类也很丰富，有鸭腿粉丝汤、鸭胗粉丝汤等等。我们那边的鸭血粉丝汤里面只有鸭血，而且价格也比这更贵一点。吃吧，赶紧的。好。清亮，但是吃起来是特别鲜美的，里边的这个粉丝也保留着嚼劲儿，没有煮烂。最关键的是它里边的这个鸭肝、鸭肠和这个鸭血都没有一点腥味儿，特别是这个鸭肝不硬，而且很新鲜。我要加点辣椒，你加吗？我也来点，给你来少一点。好的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辣椒简直就是点睛之笔，加上之后更加好喝了。没错，这个辣油它不是特别辣，但是吃起来很香。关键啊，它里边这个油豆腐也非常的好吃，浸满了汤汁儿。果然，鸭血粉丝汤还是得到南京来喝。那是，不好喝的早被南京本地人给淘汰了。没错。吃饱喝足了，还有点依依不舍，不舍下顿接着喝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按钮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并输入 Big 大世界，选择第一个公众号，点击关注支持我们。